阿 Matt 啊，就想問話36907000點睇？如果二揀一，邊一隻可以睺位入？好啊，咁多謝呢個提問先啦。咁其實咧，對於大型科技股嚟講嘅話咧，本身呢兩隻咧都係我自己相對比較中意嘅兩隻股份嚟嘅。因為即係喺美國加息嘅因素啦，我相信對於一啲業績相對係欠缺業績支持嘅科技股咧，我相信個打擊咧係會更加之明顯。咁反而咧，即係對於騰訊啊或者美團嚟講嘅話咧，我覺得其實佢哋嘅業績或者業務咧，相對嚟講咧係比較實在翻少少，同埋咧以佢哋本身自己喺行業當中嘅競爭優勢咧，其實個競爭力咧，就算喺行業監管情況之下咧，都係維持住一個比較大啲嘅優勢嘅。咁所以咧，我覺得咧去揀科技股咧，呢一個不妨係投資者咧可以關注嘅一個因素之一嚟嘅。咁對於騰訊嚟講嘅話咧，我相信喺即係第一季啦，即係業績出現一個比較明顯放緩嘅情況之下咧，嘅市場普遍預期咧會喺今年嘅第四季或者明年第一季咧開始有一個即係轉趨穩嘅個跡象喺度。咁而至於美團嚟講嘅話咧，雖然見到佢近季嘅業績啦，即係虧損咧，係有出現一個即係擴大嘅情況喺度。但係我自己相信啦，即係隨住內地咧往後疫情慢慢好轉嘅情況之下咧，對於佢一啲到店嘅一啲收入啊，或者講一啲外賣收入啊，我相信會係一個唔錯嘅一個即係反彈嘅因素喺度嘅。咁兩隻其實我都中意嘅，不過咧，如果以股性表現去計嘅話咧，我相信騰訊咧相對嗰個即係攻守就更加之係兼備嘅，咁反而美團咧就股價咧就會更加表現喺一個即係往後一個反彈嘅力度方面，所以如果係一個比較即係注重進攻同埋防守嘅投資者咧，不妨咧可以揀只翻只騰訊嘅，咁再加上咧即係騰訊咧其實近期咧喺大概即係320蚊嗰啲位咧，其實都係一直有一個即係回購嘅力度喺度，所以我相信咧，即係嚟到320蚊啊，至到335蚊呢啲位嘅話咧，其實我覺得投資者都不妨可以作一個長線關注。